我的男友是个间谍。吴女士和男友感情一直不错，直到男友开始早出晚归，吴女士心中有了疑惑。在询问下，男友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原来他是一位间谍。虽然舍不得女友，但是他必须要暂时离开她，去执行神秘任务。因为自己曾经使用过吴女士的手机，担心吴女士被定位，要求吴女士把手机交给自己处理。吴女士感动得一塌糊涂，立刻将手机交给男友。但是很快，吴女士便发现银行卡、支付宝、微信钱包的钱都被男友转走了，连股票都被抛售一空。这时候，吴女士如梦初醒。